保险业，来自 Tokyo Marine。我很想要再从social media，从 Facebook 这边打广告，通过家做 recruiting。之前我也做过，before 我认识 Ellie 之前呢，我也做过自己通过自己的方法做过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广告，但是没有效果，也花了不少钱。经过我朋友介绍呢，然后认识 Ellie 呢，我就开始学习从 from zero 学习在Facebook 打广告，通过他的教导，但起初也没有什么看到效果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呢，在短短一个礼拜多呢，成功 recruit 了两个 new agent，OK OK，很好，谢谢。啦，好，